大围晓翠山庄坐落半山地段，人流清简，适合爱静人士。屋苑主打千尺大户，部分单位不设窗台，实用率更高。介绍嘅低层单位，客厅冇窗台，空间更加阔落。近年新楼千四尺嘅单位都冇呢类巨厅，客厅随意摆放几组梳化，亦都唔觉挤迫。饭厅可以容纳八人长餐台，通道仍然阔落。单位睡房亦几大，形成寝居走廊特长。单位装修用咗100万，配套清雅，厨房拆墙转用为玻璃门，而且走廊观感时尚又有型。厨房设备款式贯彻简约风格，外连工作间同工人套房，大户格局完备。长走廊做咗趟门分隔，观感上较有层次。睡房摆位好松动，可见地方见使冇花冇减。书房布置固自然系悠闲舒适，改放大床变睡房都冇问题。套房更加可以用空旷嚟形容，配合个型衣柜亦都全无压迫感。套房浴室兼用浴缸同淋浴间，客厕紧接淋浴间，空间感亦强。单位外望会所泳池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片宁静感觉。